您欣赏相声《闹哄堂》，表演者谢金、李鹤东。感谢您的热情掌声啊！掌声在哪里啊？谢谢大家。今天也是节假日，对，没什么事儿，大伙儿过来听听相声也不错呀，开怀大笑，对，心情舒畅，是，比什么都好，没错啊，挣多少钱、嗯，有多少家财万贯，不如开心快乐、哦，啊，因为什么呢？有些事情啊，保不齐的有点烦心事儿，反正是正常的，哎，多来听听相声怎么样？开怀大笑。哈哈一乐，清气上升，嗯，浊气下降，对，二气均分，没错，食归大肠，嗯，水归膀胱，增进饮食。你等会儿，延年益寿。你说膀胱不是拍自己？我不像，我像是怎么样？你像个1.93米的大膀胱。我当膀胱都憋坏了，就说呀。哎，多来听听相声，嗯，花不了多少钱，是啊，尤其三里屯的票也比较便宜，嗯，啊，是吧？你买得起吗你？啊，头牌的姑娘，别头牌姑娘，什么价儿这是？还头牌，就是头一排的姑娘们，哎，估计这花了个200-300块钱，也不便宜，对吧？哎呦，可以了，嗯，三里屯，嗯，你在这个是非，在这个这个是非，在这个就非常好的这个地带呀，嗯，对吧？在这儿你花个200-300是看了我们活人秀的，活人秀那是叫活人秀真人秀，对，活人秀看看这个真人秀是吧，尤其像我们这儿的大腕儿，这个一般的你别不要脸了，一般的大辈儿，大辈儿，哎，大辈儿，你都没听清楚，是，哎，像这个岁数的这个辈分的，对，现在都是稀有动物，稀有这个产物了。您这个岁数，对，这个辈分的，对，一般都挂在后台墙了，后台墙没地儿了，你湖顶棚上啊，湖顶棚，你想我的时候，你抬头看看我，想你干嘛？我一直低着头。就是说呀，大家多听听相声，是啊，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没错。大家对我们可能有熟悉的，啊，有不太了解的，不熟悉的居多。啊，对对，啊，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这还犹豫什么呀？你有什么可犹豫的呀？我是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嗯，小学生还不行吗？哎呦，他不容易，我去，你看看去，那你还让我说什么呀？我是一个德云社的一个幼稚儿童啊。1.93米的幼稚儿童，好嘛？他主要吃那个膀胱长大的，我吃碎跑，你吃那干嘛呀？德云社的一个小演员，嗯，啊，水平有限，是，个子不高，个子还不高，有什么到不到的？您多多的见谅。嗯，介绍完我了，是，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你介绍你了吗？连名都没说，就过去了。就这么不用介绍了，你大伙给大伙介绍，这也是人类的好朋友。这就看出来什么？嗯，这是我亲生的搭档，真的。想着你爷爷我，还没介绍他的前辈，什么玩意儿呢？我是德云社小学生，驴唇不对马嘴。我叫谢金。好。谢谢谢谢，哎呀，真不易，哎呀，好，终于改邪归正了，老说中国好帅，一个小学生是啊，介绍完我了吧？啊，完了啊，你可以自杀去了啊。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我呀，姓李，对，叫李雪琴，雪琴老师啊，别雪琴老师了，那个脱口秀啊，脱口秀，这是什么来了？这是脱口秀，脱口秀，脱口秀是英文，我管你那个脱口秀不脱口秀，我不叫李雪琴的，你不是雪字辈儿的吗？雪字，你是哪字啊你？闭嘴吧你，把嘴闭上，你奶东吧？五行缺奶，什么玩意儿啊？谁叫这个呀？金木水火奶，你去。不叫奶，赫兹科的呀。赫兹科的，哎，哎呦，赫兹科的，现在郭老师手里也不多了吧？不少啊，妻离子散也走的也。
么贺子哥还行，贺子哥还行啊，贺子哥有能耐的不多，所以说有能耐的不多。云刺客啊，云刺客走的不少。啊，那个老主持人，你不是你干嘛？你要告别舞台是吗？你老提这干嘛？是，就说人家，你看，人家走了以后完了，对吧？你看你们越来越好，是不是？我没走也不行啊。你说哪儿不行？不是，什么叫哪儿不行？你什么都打去了，那是你自身。回家吧，你媳妇儿，你知道吗？废人呢？那是你自身的原因，是吧？也怪你媳妇儿吧。打铁得需自己硬。这话就不能再接了，这么句老话，就有这么句老话，我记得是，是吧？自己得硬。但是这跟打不打铁有什么关系？但是贺子科里边现在优秀的也不少，有那么几位。你我算不上，越来越了解自己。贺子科的有谁呀？啊，这个最最火的贺子科的啊，猛喝汤。这还这都能听得懂，唐山的朋友是吧？猛喝汤，猛喝汤，猛喝汤，管你呢，对吧？对不对啊？孟鹤堂那是比较火的，是，对吧？人家也能跳啊，能唱啊，比 boss 呀。你说说人家说相声好不好？哎、说相声更棒了，能跳能唱，好不？说笑的，唯独全国就赢咱的就是他，知道吗？能好啊，是不是？咱没人有钱的，对。什么叫没人有钱呀、啊？没哎，不要瞎说。优秀，对，多新鲜呀、啊！这个孟鹤堂是第一吧，贺子哥，其次张鹤伦。好啊，对吧？对对对，二人转的交换生也是，二人转的鼻祖嘛。是是是，是吧？不错不错，是吧？张鹤伦，还有谁呀、啊？嗯，曹鹤阳也不错呀，对吧？是，也是比较优秀的。对对对，各自各的，还有阎鹤祥。哎嘿，大脑袋，不让你逮呀、啊，大脑袋也非常的好。嗯，哎，其次就是你了。这差不多了，后面别了。有人都比我强。哎，谦虚了，谦虚了，不是谦虚。郭德纲特别的喜欢他。我呀，他跟郭德纲还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俩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你看啊，嗯，郭德纲，郭德纲，郭德纲是李鹤东的干儿干爹。说你这就这么层关系，你这还说错了。干爹。啊，对吧？哇，为什么人家收他当这个干儿呢？嗯，干儿对吧？因为人家讲义气，嗯，对吧？是活关公，真的，后台的活关公。反正一会儿我下去，你给我上炷香了，还活关公，就是仗义啊！没有仗义疏财，非常的了不起。您别客气了，大家来听听相声，也是为了看您来的。看我干嘛？看德云社。哎，看德云社这三个字，金字招牌。对，当然每个人都有爱好啊。现在啊，咱九零后啊，零零后，别咱九零后啊，别咱九零。现在你们九零后啊。嗯，你们零零后啊，赶上这个好年代了，是吧？想娱乐什么呀，看个电影啊，都挺好，不错，是吧？包括过来听听相声，是。哎，有的人爱相声，叫什么呀？啊，叫相声迷。怎么叫相声迷？入迷了，就爱听。哎，叫相声迷了。有的人喜欢什么呀？看电影，电影迷。哎，叫影迷，对吧？有的人喜欢看球。叫什么呀？柳岩那个、不是不是叫什么玩意儿？严迷，球迷这还球迷，你这还能忘？对，还有人喜欢唱戏，叫戏迷。对，提起唱戏来说了，怎么样？不能不提李鹤东。我，你是不会啊？啊，李鹤东的 daddy， 我爸爸。哎，别答应。李鹤东的父亲，嗯，谢老爷子就特别的喜欢。行了，这比那答应还过分，你这不？怎么我爸不改姓了？怎么的？谢老爷子干嘛呀？谢德纲吗？不是。谢德纲。李老爷子。李老爷子，哎呦，就喜欢唱戏。对。喜欢到什么程度啊？已经不能用这个戏迷这俩字来形容。这那怎么形容？戏魔。
着魔了，入了魔了。哎呦，吃喝穿戴，吃喝拉撒，每天早上起来一睁眼，24小时都离不开唱戏。睁眼24小时，这就没睡了。24小时，睁眼以后，他父亲吃的、使的、用的，都离不开。我爸爸真不忌口，还我还吃嘛呀？你爸爸吃的、使？那要不行行，什么叫吃的、使？吃的、使的、用的。分开了说，都离不开唱戏，一说话都带着戏韵戏腔，哎，一走道都迈着台步，离不开。就因为这个唱戏还闹过笑话。怎么闹笑话？那时候他父亲啊，刚交了一个头一个的女朋友，头一个女朋友呢，那时候没有什么经验，他们俩也不敢大声说话。对，你又吃面去了？我吃什么面呀？他父亲啊，带着他那个第一个女朋友啊，去这个北海公园去游玩去，走大折的还游玩。哎，到那儿，哥划那小船啊，微风吹来，荡起层层波浪。当时我爸爸是兽性大发，写诗的时间是来不及了，写了一副对联：风吹水面层层浪，雨打沙滩万点坑，是吧？哪一段啊，姐姐？姐姐哪一段啊？哎，你提北海公园干嘛？北海公园就非得八扇屏啊？还有别的曲目？到这个北海公园，哎呵，划着小船，正划着呢，是荡起双脚的。对，他父亲突然间这戏瘾犯起来了，戏瘾犯，想起这么一段戏，打鱼杀家，站起来就唱，怎么唱的？妇女大鱼在火下，家贫哪怕人笑我杂，闺婴儿长问多，父我怕王按理说这时候啊，戏里边有个动作，应该啊撒网捕鱼，没错啊。他父亲唱的太投入了，怎么样？一伸手把女朋友扔河里了，第一个女朋友就这么不幸的去世了。是啊，哎呀，你说这就因为这个闹多少笑话吧？这是闹笑闹人命了，这都每天都唱戏，不务正业了。那时候家里有条件怎么办？你也不找别的工作呀？是，怎么办呢？啊，给他父亲花钱买了个官做。什么年代呀、那个年代解放前，我爸赶上了，那老老年间，老老年了又，哎呦，你活路够宽的，我爸爸吃夫都不吃啊。哎，那时候给他父亲买了一个县长，县长哪个县呀、前列县，那玩意儿够骚气的吧。前列腺，哪个部啊？哪个部啊？裹脚部。裹脚部像话。哪个府呢？啊，臭豆腐，这算臭到家了。那甭管怎么说吧，啊，哎，买了这么一个官。是是是。但是你光买官不行，你手底得有三班衙役。没人啊。最起码你得有一个压寨夫人。这是买的官啊，这是买的土匪呀、这是。买土匪干什么？怎么还压寨夫人？这叫。掌印夫人，得有个掌印夫人。嗯，你说他父亲那时候还没交女朋友，头一个不扔河里了，这怎么办呢？打捞上那个警车票了，都跑不了了，都想办法吧。嗯，哎，结果买了一个夫人，就买的你的妈咪，这也算是大户人家的小姐，买了一个，哎，买了一家有钱呀、是正经人。那天他父亲啊。去这个茶馆啊，去听戏去了。嗯，可巧了，台上上来一个小姑娘。1.7米的身高、S 型身材。用这么一个成语来形容最为贴切。什么成语？轩然大波。你能糟践成语这俩字儿，知道吗？轩然大波，就是到哪儿都能引起轩然的大波来。这娘们是好人吗？好人。嗯，唱的什么呀？嗯，唱的评戏。评戏大口唠的。嗯，我给您学一学。他母亲唱，嗯，说教龙洞
压掌印夫人有了是什么？掌印夫人有了，还差一个什么呀？还差一个师爷。这师爷上边儿啊，哎，这不是师爷，是师爷，是您没赶上这年代。这师爷得写文案呢，对，写的供词，壮的，得找一有文化，壮的，壮的，你找一有文化的，嗯，哎，结果找的谁来？一位唱这个莲花落的，唱莲花落的，写这个，以前人有文化，哦，啊。后来可能是就是头一开始嗓子挺好，嗯，后来因为喝了点小酒，怎么样，把自己嗓子给糟践了，把自己嗓子给糟践了，后来只能有点文化呀，带写书啊，这一块儿，对对对，哎，过去这个莲花落唱出来也好听，嗯，啊，老版的莲花落，您再来两句。哎，棒打五更啊，哎，东方发了亮啊，哎，正东方加一幕送出了太阳啊，可以鼓掌。那个你是你都没唱完，你怎么你哪结束啊？就是结束啊，对，结束啊，是，哎，这结果，哎，找着了这个啊，师爷，哎，师爷了，但一下啊，看还差四位了，哪四位？喊堂的，哦，带案的，掌刑的，回事，这四位都没有，没有啊，那哪儿找去？喊堂的要求这个嗓门必须得亮，得高，调门得高，嗯，结果啊，到这个天津啊，嗯，找了一位卖药堂的。卖药堂的嗓门都高，哎，四方块的药堂吆喝出来也好听。嗯，我给您学一学。买药堂哎，谁还卖我的药堂啊？句子还有响叫，闪耀人胆，卖的买呀，少的少，卖药堂的又来了，吃了把鸡门呀，有了把鸡门呀，句子薄荷冒凉气，吐酸水呀，打了饱嗝，吃了我的药堂都管事，小子儿不。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带案的，带案的怎么样？带案的结果找谁了？啊，到北京天桥，哦，找了一位啊，拉洋片的，拉洋片的，哎，叫大黄牙，大金牙，大黄牙，那多少都没刷了，这是大金牙，哦，啊，有名，过去那拉洋片的唱出来也好听，嗯，我给你学一学，嗯，唱唱四个隆咚唱，王八往里瞧，是不是这词儿啊？不是这词儿，王八往这儿瞧。唱唱四不隆咚唱，在屋里边再看哦，有一层大清以上那是大明，大明做了十六帝，摸底崇祯呐，不得太平，三年旱来三年涝，米贵如珠，家往上边升，有钱的人家卖骡马，没钱的人家卖儿童，黎民百姓遭了涂炭喽，唱唱自个隆咚唱，大重点哦，出了位英雄叫李自成，阿姨拉洋片的，带案的是啊，还差一个什么掌刑的，掌刑的找谁？掌刑的结果到山东啊，啊，找了一位跑旱船的。跑旱船，跑旱船就是现在小春会，知道吗？知道吗？就是一般的有一个这个假的这个船型，嗯，啊，化着妆，是手里拿着一个这桨，嗯，哎，吆喝出来，不是吆喝出来，唱出来，唱出来也非常的好听。卖什么的这是？大年吃也讨了一天，小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大姐一见忙站起呀，走上前个拉一身，谁说掏出压岁钱的，嗯，哎，还有啊，以奈同胞你拜了什么年呐，还有啊，啊，中中起中起中中，还有俏皮，是不是，他这为什么打得有板有眼呢？是是是，对不对？你不能跟你似的拿刀瞎砍呢。行，对，都得是有这个有这个规律的。嗯，喊堂的带案的掌刑的，还差回事，回事的找谁？找了半天没有合适。那天他父亲正在大马路上正逛呢，遛弯儿，一看这路边啊，有一个什么要饭的，要饭，要饭的，哎，他这不叫要饭的，叫什么？叫叫街勒砖的。
这还有手艺啊。他跟这个要饭的一般要饭。你别要饭，别不还说我呢。他跟这个一般要饭。一般要饭。是丐帮了都。他跟这个一般的要饭不一样，一般要饭的是走街串巷。对。他不是，他呢固定的一个摊位。他倒成座上了。对了，嗯，甭管多冷天，嗯，跪在地上，这边露半拉肩膀头的，干嘛呀？哎，这手拿着半头砖，嗯，往上勒，这边都勒死了。哦，你说，老爷太太，上门开塞露啊？这都憋得不行了，这个。我这说话，您这玩意儿大便干燥了，都知道吗？我下边供着。哎呦。老爷太太发财不？嘿，倒霉模样，勒出来跟纹身似的。嚯，就跟你那个，行，差不多。勒张勒砖的。嗯，这个他父亲走到这儿一瞧，哎呦，小伙子这么年轻啊，劝劝吧，年纪轻轻的，你干点什么不好啊？那我犯了。对呀，你为什么干这个呢？嗯，老爷，换我的吃。嘿，这货够狠的！老爷说呀，没得吃没关系，看见我了吗？怎么样？看见我哦，你就算看见狗肉了。哎，我爸没有这么糟心似铁的。有饭吃了啊，打这儿起跟着我。怎么样？管你吃管你住，嚯，一个月再给你点赏钱，不错呀。老跑啊，老爷，嗯，谢谢老爷了。嘿，还累呢。哎，挺好。嗯。三班衙役都齐活了，是，终于该上任了，可以了。没有不开张的油盐店，怎么讲啊？上任头一天，哦，就来了打官司的，那可不正常吗？这个回事的赶紧跑进来，咕咚跪地，嗯，老爷，哎呦，来了打官司的，你来看看成日吧。嗯，嘿，还累呢。你爸一看都吓坏了，嗯，说这怎么意思？是，怎么要我这儿来了？嗯，别着急，15号才发工资呢，还有日子。什么事啊？嗯，老爷你看看吧，拿过来这城门一瞧啊，是一桩花案。哦，您瞧瞧，这不巧了吗？风流的案，这是怎么回事？两口子告一个人，哪两口子？这两口子谁呀？这男的呀，是唱那个京韵大鼓的，嗯，白云鹏，这是名家呀。哎。女的呢？她的爱人是谁呀？嗯，唱这个河南坠子的，嗯，叫乔清秀。这两口子呀，您先等会儿，在那个年头，别那个年头了。白云鹏、乔清秀，这是两口子吗？是两口呗。谁说的？你看，你不信，你问岳云鹏，不是白云鹏呀？上哪儿问他去？问白云鹏，死多少年了都？是两口子，是两口子，是两口子。啊，行，是两口子就好了。告的谁呀？嗯，唱《鼠来宝》的，谁呀？姓于，叫什么？叫于老千。这于老千是于谦他爸，那于谦还真随他爸了，是不是啊？哦，这时候赶紧吧。嗯，这老爷说了，回事的，赶紧去到这个堂口，告诉这喊堂的，嗯，说老爷我要升大堂了，升大堂。这刚要说升大堂，嗯，他母亲说话了，宝妈，哎呀，老爷，怎么我妈要现原形了？我妈是蛇精，废话干嘛呢？这不说话。老爷，我认为你不要升大堂哦。那升什么堂啊？啊，你要升孟鹤堂，那不是升那个？孟鹤堂啊，你要升二堂哦。干嘛升二堂？因为啊，二堂后边有屏风。嗯，我躲在屏风后边干嘛呀？如果您这个戏瘾要是犯上来了，嗯，别人控制不了您啊，怎么办？您真唱完以后让人笑话。嗯，我多加小心，我多加留意，我提醒您呢。哎，你这样，对呀，一听呵，哎呀，还是这个夫人非常的想得周到。嗯，对，得了，回事了，去告诉喊堂的，嗯，老爷，我要升二堂了，这就行了。哎，回事了，老爷，好嘞，又来了，到那儿了。嗯，你告诉喊堂的。老爷要升二堂了，嗯，你给说那喊个堂吧。是，这喊堂的说我不会喊的，都当差来。我就是一个卖药堂的呀。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有这个卖药堂的墙角，嗯，马上那个黑头的词儿不就行了吗？新疆人，词儿啊，啊，你不是新疆人，是好药啊。喊堂的词儿啊，嗯，来了试试吧，来吧，往这堂口一站，一捂耳朵，嗯。哪位在办法儿急了忙的答案老爷升堂。嗯，他父亲您就慌啊，唐老得了。
是是是，你给我站出去吧！我爸爸给糖葫芦了呗。到了这个二堂那儿，嗯，哎，往那儿一坐，怎么样？也有个小木头，是，叫金堂木。嗯，你拍着木头。来人呐！啊，带白云鹏原告。白云鹏上来了。嗯，白云鹏一上来，小人给大人鞠躬。白云鹏、嗯、有何冤枉朝上诉来、嗯、白云鹏这个人啊有一个小缺点。什么缺点？他怯棍，害怕。他害怕、哦、害怕就跟害怕你在外面一样，你不拿着刀你心里也嘀咕嘀咕什么？我这不犯法，你得有点家伙吧。是，最起码得有一烟灰缸。谁随时带一烟灰缸呢？抽烟方便呀，省得罚钱呀。对对对，哎呀，这个结果呢，这个白云鹏啊，嗯，一紧张他说不出来话，胆小了。哎，怎么办呢、嗯？他唱出来。怎么唱？他唱，他不会唱京韵大鼓吗？对呀、啊，用这个京韵大鼓的腔调换上这个喊堂，换上这个告他词儿的这个词儿，告词儿，好啊，告状的这词儿，嗯，哎，也带着小鼓劲。对。当当当里根隆里咚咚里根隆隆里咚咚咚咚咚咚咚里根隆咚里根隆里咚咚咚咚咚咚里根隆里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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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在上庭，那一日小人没在家下，唱鼠来宝的于老千就来到家中。那老千到我家没有别的干，他与我妻有奸情，望求大人查明此案，真乃是晴天见日见了光明，犹如父母重生啊。好啊，可以的。对，他父亲一瞧不能光听他一面之词。怎么样？来人呐、啊、带乔清秀。他媳妇乔清秀也上来。嗯，小心有点假肢，都拉着胯了都。小女子给大人鞠躬。我操，那这是？你父亲一瞧，嗯，哎哎哎行了。乔清秀、嗯、有何冤枉？朝上诉来。嗯，这个乔清秀啊，怎么样？他也怯观，也害怕，一着急，嗯，他也唱了什么？唱的什么呀？小女子上堂，泪不敢当。尊一声这个县长老爷，听个奴言。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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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女子本是一个河南的女儿啊，许配了这个白云鹏整七年。那一天，奴的丈夫没在家下，啊，来了个鼠来宝的，他叫于老千。那老千到我家没有别的干呐、啊，挑衅民女就为那般。小女子说了一声白杨云呐、啊，他抢了奴家我200万块钱。我穷疯了，200万块钱。小女子上前将他拦挡啊，我的大人呐、啊，他跟奴家我没个完。小女子身体软弱不能抵抗、嗯、我有身孕500多天，老妖精只觉肚内疼难忍，八成临产有把孩来添，望求大人你这隆冬与俺做主。哎能能能能能能还嚼肠子呢。若不然没要这个脸面活人间呐、啊、你呀哎呀你呀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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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是。哪来这么一句、啊？人家不应该在人物里边吗？谢谢大家掌声。表演结束，强行秀说完了，唱完了。啊，谢谢大家掌声了都。父亲一看不能光听他们两口子的一面之词，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万许他成心做的套呢？做什么套啊？就是说骗人家于老千呢。嗯，赶紧的，把来人呐，嗯，把于老千两个带上堂来。被告。哎，被告。于老千。对，这个带案的是谁呀？啊，是这个拉洋片的。打金牙。对了，嗯，锁链一抖，哗啦嘎嘣锁上了。他也唱的。怎么唱的？再往里边再看哦，堂口的先生你们血留神，怎么样？叫声于老千你太不仁，你们两家我知道谁是谁非，我听了一个慢针，叫声于老千你就跟着我走了，我唱唱四个龙洞啪，我这干嘛呢？再看于老千懵了。哎，官保你到堂上啊，论一个假人呢、啊，哎，给带上去了，给带上去了，嗯，人家打心牙心话，咱都是同行，你干什么呀？是，当时也急了，嗯、哎，我跟你走去见官，你何必跟我拉洋片呢？呱唧呱唧呱唧呱，还带着板呢，带着板带锁链子嘛，嗯，别废话，走走走，嗯，让我走，我就走，跟你一道大堂口，怎么那么贫呢？跪下叫我跪，我就跪，今天八成受洋罪。哎呀别废话，嗯，老千，为何调戏民女？从实招来。招吧。哎，尊大人，你听言，那调戏民女不是咱呐。一天我到他家，乔青秀说我调戏他，呱唧呱唧呱唧呱。就这倒霉奴呀！当时你爸就急了，嗯，心话干什么呀？是你们都唱，对，欺负老爷我不会唱似的。我爸怎么样？老爷我不会唱，怎么能当前例？你别提这倒霉地儿行不行？县长呢？对，他爸一着急也唱上了。怎么唱的？唱的京剧。嗯，一见此子怒气生，不由本宫动无名，调戏民女该活罪，咆哮公堂罪非轻，将此子重我打死是滚呐、啊。谁打？这个掌刑的是跑汉船的，对，板子一掏，嗯，打上了。他也唱的，怎么唱的？老爷吩咐叫你打，叫声于老千，你听了跟呀，调戏民女，你该当喝醉呀，噼噼噼，啪啪啪，叫你屁股开了花，嗯哎还有啊，打完了板子还把盔来扒来，还有啊，哎中中起中起中中，快打死了他！你想那于老千那体格受得了这样的残酷殴打吗？烫的，他们头发都白烫了，打没了都。昨天喝酒都已经糟践的差不多了。是啊，你这是不是、啊？嗯。屈打成招。哦。结果这个师爷得写这个供词啊。对呀、啊。把这笔抄起来。他写上了。他也唱上了。怎么唱的？哎，外行愣要做县长啊！哎，不会这个问那案，他经常二黄啊！你母亲在屏风后边先画，前面怎么这么热闹？怎么都唱上了啊？这到了杂耍园的了。是啊，到了德云社了。我这什么情况？我得管管呀。怎么管呀？他怎么管呀？啊？怎么管呀？怎么管？直接告诉我爸爸呀。叫屏风啊！啊，他把这茶给忘了。哦，你母亲一着急，站起来一边走一边唱。他怎么唱的？闻听此言，我大吃一惊。我妈这嗓子够呛了啊！够瞧的了。你父亲把你母亲在屏风后面这茬给忘了，嚯！一拍着惊堂木，问着回事，后面活人喧哗。嗯，回事回事怎么说的？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嘿，又雷声了。本场演出到此结束，咱们明天再见。